翠哥中了，你花袂心风切，你我做你有我有，只能隔乡下尽欢。哦，我利用五条心相合，你心痛不止，不乱你呀、啊！你不理是不讲理呀？
出此言何意？唐之乃不先下官，先下官在意。清表一事多此之名，先下官有行情之意。先下官一开，便将转心，这难明也不得了嘛。先下官乃是军事要塞，是心腹最挑衅大将马修提的行情。太王府问这个命兵，哇！命兵是你父亲之意。又是你父亲进入了行情之意，爱卿，你懂此理，你懂此理，可肯退心？肯不应？殿下，记罪，有个玉镜女囚嘛。you